家了。接枪！呀！呀！哥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呀！老大不小了，还没个正形，以后怎么给你找活的呀？哎，给你的，太原城祥瑞厂老字号的。哟！哎，真好看，哥，我喜欢。这是，哥，秋燕，哥，快看！呦呦呦呦呦呦！好棒，好棒！秋燕，哎，今儿准备要嫁人了。哥，你可同意了？哎呦，哥，我谁同意你了？就我跟你，你想得美吧？嗯。我等。哎呀，哥，这是我给连家大小姐缝的。林新凤要嫁人了？啊？啥时候的事？就今天啊，一会儿缝好给她送过去呢。哎呦，对了，三哥，连家来人说让你赶紧过去做大厨呢，快去吧。哟，这我得抓紧去了。公爷，走，跟我去帮忙。大哥，我走了啊。多吃点肉啊。好嘞，哎哥，我还没缝好呢。大功告成，好了，嗯。谭小云，怎么了？难看死了，你弄的头发。好看，挺好看的。你干嘛？我们林秋成结婚都是这样子的。什么呀？简直就像缠小脚的小媳妇儿。太土了。你想怎么样？难不成做个卷发呀？亏咱班是同学呢，一点都不了解我。不行，我得要改。多好看啊！好看什么呀？土死了！这裙子也太长了，想办法改改。你怎么改啊？怎么改？剪短了呗，剪成学生裙。啊？你不许乱来啊！我跟你讲，哎，我剪刀呢。找到了，你可不许乱来啊！伯母让我看着你的。你听错了，伯母让你看着我，不是看着我，让你不许乱来，只能看着我，知道吗？不行。哎呀哎呀，小云，给我行不行？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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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你别跟我抢，你别跟我抢，我今天反正必须要剪这个裙子，不好看。你干嘛呀？不，啊啊，好好好好，我不剪了，我不剪了。突然想起来，我的盖头还没拿呢，你去帮我拿盖头吧。那你还得先把剪刀给我，你拿回来我就给你。给我呀！别跟我抢了。不行，给我。哎呀，好好待在这儿，不许乱来，我告诉你。听话啊，我去拿去了。谭小云，你就是个叛徒。
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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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别想，那李青林现在人家是国军连长，嫁给他也行。哎，别想，哎，大哥，你听见没？外面乱哄哄的。啊，听说啊，这团部里当官那些都在跑路呢，这小鬼子快打回来了，咱是不是也？二哥，咱们有人有枪的，他干什么？啥呀？这小鬼子厉害啊！俺可是听说，几乎兵不血刃就拿下东三省，就咱这两个半人，你说二哥你怎么怂了呢？小鬼子离我们还远着呢，慌啥？晚上宰头羊，犒劳一下弟兄们。别想了啊！咋回事？分儿。韩老板，韩老板，哟，老王啊，给您送菜来了。好好好，进去，歇会儿喝口水。待不住啊，今儿来老板家办喜事儿，我得给他送菜去。我知道，一会儿我也去啊，不在这会儿功夫啊。您歇会儿，我把这些菜钱给您结了。哎，好嘞。来了，韩先生。哎呦，白大夫。韩先生好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您这是去哪儿啊？我这不是参加新凤的婚礼吗？哦。哎，您去参加婚礼走这条街，这不是绕远了吗？我呀，是看时间还早，到您这儿看有没有进新书。有，有，有。您进去看看。谭先生是不欢迎我。那怎么会啊？您这歇业一天的牌子都挂出来了。嗨，大昌，哎，把牌子给我摘了。我这伙计啊，就是个热心肠。这附近邻里谁家要是结婚什么的，他比人主家还上心呢。您进去看看，有没有您喜欢的书。谭先生，那我今天就不打扰您了啊，再见啊。白大夫，慢走啊。谭先生，再见啊。这是地委送来的情报。大同失守了。是啊，这狗日的阎锡山一枪未发，就拱手把大同让给了日本人。板垣征四郎的精锐师团已经到了浑源，下一步他们就要进攻灵泉，然后夺取平型关，直奔太原。严老心儿啊，严老心儿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。这个平型关呢，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呀。嗯，种种迹象表明，灵丘的守军已经接到了放弃灵丘、撤往平型关的命令。什么？那灵丘岂不是跟大同一样，白白送给日本人了吗？哪这么容易？我的好消息还没跟你说呢。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幺幺五师就要到山西了。幺幺五师？就是刚刚被改编的那红军第一军团？对，但是现在不叫红军了，叫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哦。
原来这个蒋介石真想通了。哼，我们中华民族现在到了最危亡的时刻。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，党中央就向全国发了通电，直说只有建立全民族的抗战，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。在我们党中央的努力下，现在全中国已经建成了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那只要咱们国家统一起来，一致对外，那一定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。没错，咱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做好一切准备，完善我们的情报网，配合主力部队和小鬼子斗。嗯。 招待一下客人，娘，你别生气啊。 你这个家伙，把你娘气成这样了。你看看，嗯，好看吗？嗯，漂亮。送你的。 你每次走过表店都走不动路，我知道你喜欢。好贵的，太好了。那你说我是不是要多结几次婚，你就多送我几份礼物呀？<笑>你这个没正经，大喜的日子能说这样的话吗？<笑>白英姐，那我跟你说几句正经的。啊，你说。 说呀！我有点紧张。秦林人这么好，又英俊又温柔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两码事儿。<笑>哎，你不说，我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怎么不知道吗？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<笑>你还笑？ 你肯定知道，你快帮帮我，那怎么办呢？好好好，听我说，明天我给你开一盒阿司匹林。干嘛？阿司匹林能止痛消炎呢。啊！哎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？啊，秋月，你这个绣的太漂亮了，绣的跟真的一样。 哎呦，哪有啊，这都是下人做的事情，哎呀，没啥大不了的，跟你们没法比，你又会读书又会写字的，那才叫本事呢。哪里，你这叫心灵手巧。小云。
你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自从回林秋以后，你为什么就不理我了呀？你说为什么？不止我一个人不理你吧？我是去日本留过学，但事情又不是我的错。你为什么非要去日本留学呢？哎，小云，不要再跟着我。关还没过呢，谭小姐，你跟练习凤是好朋友，今天就别太为难我。就是因为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才要帮他把握好这一关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给。红包我不要。问你三个问题，你答对了才能进去。好，请问。新凤的生辰是何时？癸亥年辛卯月辛未时乙辰时，比我自己的生辰记得都清楚。你看人家生辰八字什么的早就新凤怕什么？新凤没有什么害怕，今后我也不会让他有什么害怕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的定情信物是什么呀？一枚纽扣。新郎官请进。我替新凤妹子问个问题。爹，哎，朱总，爹，放心，有米养，有看看屋里新娘怎么样。好，高兴你问去吧。青林兄，只带枚扣子就能把妹子领走，兄弟有些不解。那是我胸前的一枚纽扣。又逗人了，有什么不同？难不成是金的？我想不纯。兄弟，恕我直言，刚结婚就这么寒酸，妹子跟你怎能过上好日子？道兄，扣子没有什么不同，我跟新凤是一见钟情，曾经向她表白的时候，我也想送过金银首饰，但那些只是身外之物，所以我选择了胸前的第三枚纽扣，因为那是心脏的位置，我想把心交给她。莫说是金银首饰，只要他想要的，我能做到的，甚至是我的生命。道兄，我这么回答，不知道你是否满意？说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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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是，嗯，兄弟确实告我一声，改天定当上门讨教。哎，罗勒牧师来了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？拜堂吧。给新人拜堂。新娘子来了。
停停停停！连长，连长，李连长，团长派我来通知你，鬼子马上就要进攻林泉城了，请你马上回部队。祝伯伯，谭老板，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军务在身，先行一步。侯总，保重，兄弟。李青林，给我活着回来。这下可真乱了套了，小鬼子越来越近了。小鬼子动作这么快，老二啊，通知弟兄们收拾东西准备撤。好，听见了。王队，你马上去连家，把秋月这丫头给我叫回来。月儿。前面就是灵丘城了。太好了，命令部队全速前进，全速前进。
商量一下行吗？你说呀。你看这帮老百姓没地儿去，要不在那个慈善医院躲躲。行，大家都跟我走吧，快，走走走走走，那边走走走走。别过来！哎呀，可担心四安了。哎，咱们赶快走吧，这日本人说话就进城了。梨花，你不能走啊！说什么呢你？梨花，梨花，听俺说，组织上已经决定让你留下。哎，梨花，梨花，你看你在教堂干活，他隐蔽性好啊，啊也安全。再说了，你呀、啊、胆大又纤细，那脑袋瓜又好使。别说了，就知道。你别拿什么好话糊弄俺、啊，什么组织同意、啊？就是你，梨花，俺对不住你，俺让您跟着俺受苦了。我们派出了精锐部队，有这个必要吗？灵丘城是晋察冀的咽喉所在，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天皇陛下有令，一个月拿下山西，三个月消灭郑国。我们这次行动就是为了拿下山西，打开一条通道。这
必须尊重国际法。在战争期间，一切法律都是无效的，而且你们这里有中国军人，我在执行任务。巡抚，我请你让开。不能让开，他们进了我的医院，就是我的病人，受医院的保护。 你想当英雄，我可以成全你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罗勒先生，I'm sorry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他！哎，他是我们的牧师，你们想在上帝面前表示不敬是吧？拿国旗来，看到没有？这是瑞士的国旗，瑞士是中立国，瑞士人。 跟你们日本没有任何的恩怨，请你们出去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请你去带我见你们上司。你很漂亮。 在这里，我随时都可以让你死。杀了！你们除了会玩杀人游戏，你们还能干什么？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他们跑不了。别着急，杀我之前，带我去见你们的上司吧。 真的很特别。我现在就请你见王的上司，请吧。拿得起，拿得起。走，大夫，我抗议，严重抗议！日本人，你必须遵守国际法。站住！走开！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 荣泽阁下，他是瑞士慈善医院的医生，有些话他想问你。说吧。您是长官对吧？没错。我只想问你，我的病人怎么了？我的病人他犯了什么法？那肯定是你在保护你病人的时候，顶撞了我的部下。他一向是很有礼貌的。 我们的医院是瑞士的神父开的医院，是受国际法保护的。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都清楚。我顶撞他不应该吗？他开枪杀人了，我就是要顶撞他。我们是占领者，你不要这样轻易。
你的胸针很特别，你可以走了。对了，长官，把你兵撤走。我们医院是治病救人的，还我们医院一个安宁，好吗？钟子阁下，为什么让他走了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问你一个私人话题，你信仰上帝吗？我当然不信仰上帝，我只信仰我们的天皇陛下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叫梦龙，这是日本留学。请问众所阁下，你们是想把全灵丘城的人都杀光？难道你们占了一座城池之后，不想有劳动力吗？梦龙先生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们来到灵丘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得到一座空城、死城。你既然在大日本帝国留过学，现在我们正是用人之际，怎么样，来我们这里做个翻译，我会给你最好的待遇。身处乱世，我只想做陶渊明，对政治不感兴趣。你知道拒绝皇军的后果吗？你知道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。对不起。很有个性，你知道有个性的代价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在大日本帝国留过学，你这么做岂不白白浪费了时间和才华？我说过我对政治不感兴趣。那就只好委屈梦龙先生了。带走，全部带走。Oh,